内政部警证书, i'm e-jun law if you've had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or feel at risk and have fever or respiratory symptoms please use a rapid test kit if your result is positive please use telemedicine or go to a screening site or hospital to have a doctor confirm your status. The doctor may ask, if you are over 65 or have chronic conditions, to prescribe oral antivirals or other medications. Please take medicine as instructed. Remember, bring your test in a sealed bag when going to a hospital or clinic. Don't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en you arrive, notify staff that you've tested positive.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Get your booster shot and help fight COVID thank you 盘战将，大家好，欢迎收看《操盘战将》。来看这个画面，哎、欸，老师，你以前给我们看这个画面都是看涨的呢，今天怎么给我们看跌的？好久不见呐，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画面了呢。哎、欸，好久没看到这种画面呢。 你知道有人说哦，是昨天大盘跌四百一十四点，台北股市进入加护病房，今天跌了，跌四百八十二点，哦，老老师，台北股市进入太平间了，没那么夸张啦，最后赶底呀、啊，急跌赶底呀、啊，我好久没看到这种盘面、这种气氛了，你知道？ 各位，你知道今天他们在做什么事吗？他们不是跟你一样在那边唉声叹气，哦，在那边垂垂头丧气，在那边唉北旧步，没有、哦。哎，他们是很阳光、很正面、很积极哦。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啊，在做这个反市场操作。 再做一个你丢我捡的动作，你丢我捡啊，你知道吗？哦，为什么？凭什么？老师，你不要骗我！今天盘跌成什么样子？你看那个上市跟上柜跌停家数四十几家，哎，你丢我捡，换成是我，我我干不下去啊！对啊，这就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啊！ 因为你现在的想法做法是跟一般大多数人投资人是一样的，你们是同一国啊，可是他们是不一样啊，少数人是想法做法是跟你不一样的，老、哦、师他们为什么会反市场操作？他作啊，你你,你好不歹解释一下嘛，对不对？哎，这要违反人性哎，那个心里会有多挣扎？ 看到大盘叠着这样跌的稀里哗啦、迷迷冒冒、欸，哎，嚯！老师，这个大盘是真的是好像被围殴一样，你知道吗？被打的鼻青脸肿，跟那个什么上次那个什么大陆唐三，对不位几十个几个男生打一个女的，台北股市哦被人家欺负成这样，然后你告诉我人家在反市场操作，这样对吗？违反人性呢、欸！来了，我给各位一个例子了。 放大一下看这边，这是在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九号的时候，在这一天呢。你知道前面那几天他在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急跌，急跌，赶底啊，最后赶底啊，你知道吗？老、啊、师，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新冠肺炎嘛。那时候大家都预直说，哎呀，新冠肺炎很糟糕了，可能会遍及全世界呀、啊。 无药可医，没有疫苗可以打，接下来的世界可能是哇，一片惨况，经济可能因为新冠肺炎大幅度的衰退，每个人日子可能会过得很很糟糕，很惨，无法想象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大盘一直急跌，一直一直重挫，好像坠入无底洞一样，坠入深渊一样。可是啊，物极必反。 当大盘急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各位，天时地利加上人和，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你自己看，也是急跌，也是跟这一样啊，急跌啊，各位，急跌啊！哎呦，拜托啊！我问你，美国股市起码还没破底吧？美国股市破底了没有？ 纳斯达克、费城半导体还还稍微收敛一下，S n P 五百没有啊？啊，你看那个上海，我跟你讲啊，它就是这样急跌啊。之前的上海股市也是这样急跌，哦，道无差别下杀，杀的血流成河，也是一样啊，就跟这边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有没有觉得很像？大陆股市有没有很像？急跌，连续几根黑 K 重挫之后。 有没有？然后呢，涨上去的时候呢，他们都说：“哎呀，不可能呐、啊，啊，这涨假的，这只是反弹而已啊，回光返照，昙花一现。”结果大陆股市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今天还在涨啊！今天是稍微下下跌一下，可是它没有像我们台北股市这样哎，干嘛？我们台北股市在玩自由落体是不是？没有哦，所以我跟你讲啊，各位，你不觉得很像吗？ 量也有出来啊，人家说啊量出来不好，哎，没有没有没有，你看之前的下跌也是啊，来来来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哦，这一百零四年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连续急跌，最后赶底，哦也是爆量啊，有没有？连续的下跌重挫到最后大家受不了了，纷纷砍杀的，闭着眼睛卖，融资断头。 券商带很多的散户，很多投资人嘛，对不对？因为他们舍不得，之后券商你知道吗？就是当坏人，就帮他那些手上的客户，不计价的砍出，不计价的大卖，跌停板也要卖，那种氛围，那种气氛就跟当时这种现象很像，有没有？一模一样啊！又要复制了，那你说这些人？ 难道要跟一般散户一样，跟着们一起把股票卖下去，在那里大卖特卖，然后悲观绝望，没救了，退出股市没有啦！我跟你讲，我好久没看到这种现象了，你知道吗？既然看到了，那就代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事？ 底部不远了，底部不远了。我没有，我不敢讲说今天应该下礼拜还会继续跌，还会继续跌。但是下礼拜一、礼拜二注意，注意啊！当你不注意的时候，当你不经营的时候，当你觉得很恐怖的时候，各位，有时候奇迹哦、喔，就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发生，甚至让你措手不及的立刻反转上去。 注意哦，那个关键时刻，那个转泪点，我们都在等那个转泪点。其实不用等了、啊，现在有些股票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主流在那边，最强的主流，我们知道了。来，老师，主流在哪里？如果按照你所讲的，到下个礼拜大盘最后急跌、赶底阶段，谁会先攻？谁会先上？我跟你讲，我的这支，YG。我 最强主流就是他，我跟你讲哦、啊，你这阵子哦，亏掉的、赔掉的、套牢的，想翻身回本的，想一次要回来、讨回来的，请靠他，请看他，看这只啊，信不信由你啊！我今天看到哦，报纸哦，好难得哦，我很久也没看到这种这种现象了，我特别把它印下给各位看，你看看，七月一号报纸头版，三大惨啊，哇，喂。 头版雪崩啊！最惨六月，好可怜。单月大跌是一千九百八十二。各位，这两天台北股市跌了快一千点呢。昨天四百亿是今天四百八十二，跌了快一千点呢、啊。哦，哇，恐怖啊，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呢、啊。寿险最惨半年，惨，自造业谷底徘徊，五月续量黄南灯，没有好消息，各位。 美银又泼冷水，看到我看到我们晶片业的那个什么产业前景，对不对？连我们四大的本土投顾，保守看待第三季，都在看空了。以前看好啊，这边他们看很好啊，现在他们在这边看你跟你,跟你讲跟你讲说，我看坏的，我要保守了，连他们都要看保守了，有没有？半导体晶片砍单风暴扩大也是坏消息。 然后坏消息还有啊，美国数据说话，经济正在减速啊。金属面临十四年最大单季跌幅，哇！今天是怎样比狠的？这看哪一个讲的比较耸动，看哪一个讲的比较恐怖。抢先台积电也都是哎，都在七月一号哎、欸，哇塞！这两家报纸是怎么样那么有默契哦？互相沟通过了是不是？今天看谁比赛，看谁讲的报道的坏消息比较多。 抢先台积电、三星那三纳米量产，哇！台积电 GG 啊！台积电的龙头地位不保了，三星要准备篡位了，恐不恐怖？有没有恐怖？哎、欸，韩国三星要赶上台积电了呢？有没有？看这个报纸，意思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一一样制造业谷底徘徊，不好，都是坏消息。 再加上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悲观，你今天没有绝望，你今天没有失望，你今天没有害怕，如果你都没有我刚才讲的那种负面情绪的话，负面想法的话，我跟你讲，七月份你会赢啊，你会赢啊，你会变成最强的赢家，因为你拿到我这支，因为你跟我站在一起，我会不会因为今天大盘跌了四百八十二点？ 我就跟你左闪右躲，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去解盘了，也不去看股票了，就跟你跟你拉塞，就跟你讲过去的我的绩效怎么样，我的绩效怎么样，我不来这套了。一个分析师哦，在大盘震荡或大盘重挫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海水退潮，你就可以看到谁在裸泳我觉得啊，现在就是我分析师，我个人刘清俊，我本人、啊 突出我的价值最好的时机，当别人呢他妈垂头丧气的讲话，对不对？有力无力的感觉，你知道很虚弱啊，眼神不敢看镜头，哎，啊，讲话也没有那种很很高亢的语调。我跟你讲，你今天看到不一样的节目了，你可以把我跟其他分析师做比较，没有关系，你去做比较，你就会知道说，哦，刘老师，你有底气。 你有实力，你有价值你有胆量。重点是，我的自信，我的把握。这一支，急跌赶底段，今天就是急跌赶底段，这几天都是急跌赶底段。他们在反市场操作，我跟你讲啊，你看哦，这边呢，比如说这边。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人家都在这边在买了，人家已经在这边出手了，你知道吗？虽然指数还在跌，但是他们已经在出手了，逢低买进啊。在这那个时候也是一样，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不一定买在最低点，因为有的股票搞不好最低,低的已经见到了，对不对？他们就在这边或在这边开始慢慢的买，慢慢的建仓。当你们悲观、你们失望、你们绝望的时候，各位，他们在低阶吃货啊。 开玩笑，这么好的便宜货不捡，对不起自己啊！真的啊，因为你们把它当成热色，你知道吗？我们把它当成钻石，你们把它当成石头，那怎么办呢？可是啊，话虽如此，我也知道这阵子很多投资人很心酸，很辛苦啊。我跟你讲，你受苦了。 因为你没跟在清军身边，因为你相信的那些财晚上财经节目，哦，那个主持人跟几个来宾财经来宾抿嘴，哦，在那里跟你们，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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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做节目，然后讲股票，因为你相信他们的话，或是你在 YouTube 上 YouTube 上看到一些分析师做的一些财经影片，然后你听到他们的话，你去买股票，这阵子受伤惨重。 我跟你讲，有的股票、哦、像大盘这种这种跌势一样，你知道吗？我不要点名啊！你如果我一点名，人家又说：“哦，是老师,老师你在打压人家哦，老师你又在人家啊，你在跟人家对抗，你在贬低人家。”好了，我不想得罪别人，好不好？好不好？我我这样就跟你讲了，很多人很多分析师的股票就跟大盘这近一样，急跌破底啊，不仅跌回了起涨点，而且还继续跌。 然后他们在电视上都绝口不提，当做没这回事。拿立刻把把脑筋里面的思想全部化掉，没有了，老某啊，我们讲新的，我们讲别的。各位，不多说了，我不想多讲，我不想聊。 太多的细节，我想把大原则、大方向跟你讲。我接下来的布局操作策略，我可以跟你讲，各位。如果我在看盘的话，我一定会先看台积电，还有货柜三雄，还有看今天下跌的一些弱势股，IC 设计，尤其 IC 设计这一块的，你注意。 他们什么时候止跌？注意一下。虽然那些股票，我应该不会买，呵呵我我们应该是不会买啦。我刚刚嘴局，应哎不，跟正跟正，应该是说 IC 设计，有些 IC 设计，哎航运股就不一样了、哦，货柜三雄搞不好哦，来抢个反弹也也不错。但什么时候你跟紧更好？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好不好？因为有人买《货贵三雄的》的水手，水手变成水鬼了，已经跳海了。本来坐在床上，结果失足落海。没关系，我丢救生圈给你，好好抓好，好好抱牢。哦，啊，接下来该怎么做？跟紧跟好。下个礼拜很重要。我跟你讲，下礼拜很重要。下礼拜我认为应该是大概这几个月以来最为关键的时刻，戏剧性的变化。 你知道吗？甚至可能台北股市会在下个礼拜变天。但是重点来了，如果真的看到那一个时刻的话，你手上如果没有办法买到标股，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的话，来这一支七月最强标股，七月最强标股这一支。 就是未来最强的主流了。我跟你讲啊，主流在哪里？我们有表决啊，我们有表决，我们有票选，拿我们的钱去票选，票选出来了，答案是这个。想知道吗？扫描 Q R Code，拿起手机扫描 Q R Code，这支股票就是你的，送给你。 我把这只股票把这一张放在上面，我跟你讲，这只股票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有人说啊，这只股票啊，比三富、名基、联宇还要震撼十倍。老师，三富涨一百二十八趴，名基涨一百零二趴，联宇。 涨一百零五趴，你现在告诉我，这只股票比他们还要震撼十倍？因为很简单，因为这三只股票没事，还是不要讲。但我要告诉你，各位，这一只，它就是你的救世主，他会拉你一把，他会把你先前亏掉的钱、赔掉的钱，你好好重压它，一只。 几低就帮你讨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啊，各位，如果你的股票啊套牢不会涨太多的哦，换到一档标股这只了，换到一档标股一次赚回来，因为这阵子很多投资人伤到了啊，套到了啊，卡到了啊，好像卡到音一样，有些股票哇，今天整架洗，莫名其妙也被砍到跌停板。 我不会为他们抱怨、抱屈，喊说啊，他们你们好冤枉，你们好可怜哦。没办法，这就是市场，我尊重市场，在这市场上要给他们的一种价位，我尊重。哦，我不会说哎、啊、有什么不平啊，什么什么之类，我要为他们平反，不用。时间会证明一切，股价自然有人会还给他公道的，啦。你等着看。<laughs> 你等哎，甚至有些股票今天被打到跌停板的哦，注意哦，也有机会哦，也有机会哦，哦，什么机会？你最啊，好了，我我我不要讲太多，我只想跟你讲，各位，如果你股票这阵子套牢很多的，或是你的股票不会涨的，哎，我现在很担心一点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假设大盘下个礼拜要变天了。 假设大盘真的是那种具有非常重大的转折点，就像一百零四年那样一样，就像前两年重大转折点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买对股哦哦，万一大盘未来要走这一段的时候啊，你如果你买错股票，结果你看着指数往上涨，然后你买的股票都不会涨，甚至这边横盘震荡，甚至逆势往下跌，哦，那个那个真的很可怜呢、欸。 真的很衰小哎、欸，真的，我跟你讲，真的，你要买就比买大盘，比大盘要来的强的，而且是接下来的主流的投资大户、有钱人、内资业内他们认可认同的这种主流资金会蜂拥而上，会去簇拥，会去炒作，会去配合这一只七月最强标股。各位，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主流是哪一个题材？你知道吗？ 我认为法人会认同，只要他股价拉上去的时候，涨了三十趴到五十趴的时候，法人就会认同了。他们现在可能因为大盘现在不好嘛，对不对？他们也是晕头晕头转向的。我跟你讲，这只股票未来先涨个三十趴到五十趴，以后法人就会认同了。现在我们由先由我们来认同，由他们来认同，哦，由他们来认同啊！你要不要跟我认同？扫描 Q 啊，扣来。 看一看，下个礼拜一，如果大盘开低，这只股票如果有开低，闭着眼睛买，闭着眼睛买就对了。各位重压它了，我跟你讲啦这只可以救你啦你在这次遇到的麻烦、挫折，各位亏钱、停损、融资断头、被迫断头的，你那些输掉的钱、亏掉的钱、赔掉的钱，靠这只就好了。七月最强标股，比明基一，比连宇。 比三副都还要震撼十倍的股票就是它。我、哦、说这个三只每次都涨一倍呢，比他们还厉害。这只股票七月最强标股，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这只股票就是你的。进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一八八专案，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阻力。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八五一一三三六六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来，跟我念一遍，超跌会有超额的利润。还有这一张，当市场弥漫悲观绝望的气氛，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你大捡便宜货的最佳时机，都、就是金嘛，right now。 这一只，七月最强标股，七月份最强的股票就是它，非它莫属了。比三副明基、联宇，比三副明基、联宇还要震撼十倍的这一只，我今天放在这边，想知道的自己去拿，好不好？我把它放在这里面，拿起手机扫描 Q R code，各位，这一只股票就是你的。 想下个礼拜一跟我一起大赚这支股票的钱的投资人，想要的，扫描 Q R Code，不要客气，立刻分享，不用钱，好好把握住，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你准备好了吗？小资翻转一八八专案，帮您翻转您的人生，您的财富。翻转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